VBA 再一个版本，好啊，清除的话就比较简单，清除的话全部清空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输出的话呢就是像这样子，好、哦，就是前面一定是特别重要，前面一定是它的蓝，有没有？前面的话前面都是蓝，后面的一个数字就是列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要把这个结果给写出来的话，第一个一定要在 Visual Basic 里面写，插入一个98表的一个怎么了？一个那个 Sub。那这里面的话哈、哦，比较难的应该中间这一行，先把它砍掉，我们重来。那外面其实就是 for i 等于1到9，这个我想我们平常有写蛮多啦，只是会多一个是 for j。这个 j 的话，我在这里哈、哦、指的是哪一栏 ？i 的话呢指的是哪一列？好、哦，这个是列，这个是栏。那中间的部分的话，输出就是输出到哪一栏哪一列嘛，所以用 sales。那前面都是 I 开的 I 列，逗点的话哈、哦，特别注意哦。以前都是 A 栏啊、B 栏、C 栏，这现在不是哦，现在直接输入 J 就可以了，因为它也会变动，哦，它也会变动啊，所以它会先进来，会先到外回圈，所以第一列，再来是第一列的第一栏、第二栏、第三栏、第四栏，先会把栏部分跑，先第一列，然后1到9，第二列1到9。第三依次类推哦，哦，所以行进的方向哦，特别注意，一定是这样哦，先横向的这个跑完，再跑横向的第二列，依次类推，直到全部跑完为止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呢，里面要输入什么东西呢？哎，等于丢给他什么？先栏嘛，所以栏是追，串接，所以串接是 end 什么呢 ？end 一个乘号，对不对？然后再 end 什么呢 ？end 我们的。那个什么呢 ？i， 那是 and 两个相乘的结果，就是 and 等于啊，等于之后的话再空一个 and 啊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其实都在练习那个什么，那个在 VBA 里面怎么串接。那再来就是追乘上 i 的结果啊，所以后面的话就把追乘上 i 的结果呢，哎，把它串在后面，程式就写完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哦 ，sales i 追等于 j 乘上 i 等于两个相乘的结果，帮我丢过来啊。这个做完之后会丢到这个储存格 ，OK。啊，另外的话呢，哈，清除就是把里面清空，好，所以我先把它清空啊。清空比较简单，但我前面讲过，清空你也可以把它写成用 range 来表示的啊。不过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很重要，自己可以再练习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哦，这边把它设中断点好了，跑一下，哎，当 i 等于一 ，j 也等于一的话，所以它串到这边就是输出到这个 A1 储存格里面，那就把一乘一等于 RF8， 哎，有没有？一乘一等于一 ，nest 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哦，它是 j 的这个回圈的 nest， 所以它这个时候 j 等于多少 ？j 等于2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丢到什么？丢到这个，因为等于一样是第一列的第二栏，好、哦，所以是 B1 的B1 的地方，然后把这些东西丢过去，那一样嘛，哈、哦，所以等于二，哎，像个，所以二乘上一等于二 ，OK， 那以此类推了，哈、哦，所以它的行进的方向呢，基本上就是先怎么样？先把那个这个先跑完，再换下一个，再换下一个。哦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它就又在 next 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是 i 就等于3了，以此类推，所以全部的话呢，哎，就可以全部把它跑完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这个概念呢，其实跟 column 跟 row 有点像，好、哦，只是说呢，哈、哦，这个又延伸出又多一个栏的变数啊，请各位哈、哦、试一下，然后最后剩一点时间，我就再多一个99乘法表的那个就是 VBA 的版本，好、哦、啊，请各位，其实这不难的、哦、关键其实。跟刚刚 Color 跟 Row 的还蛮像的哦，这额外补充的哈、哦。OK， 那时间我想也差不多了，不然今天的话就先讲到99乘法啊。下一个礼拜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把 Index 啊、Indirect 这些函数也把它加进来，然后呢延伸就是后面还有几个练习题啦、哦、我们就是把几个练习题里面呢的这个问题将。前面检视与参照的函数带进来啊，并且哈、哦，你也思考一下用 VBA 怎么写。啊，其实 VBA 用来查询资料哦，其实跟那个
检视参照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是逐个逐个的比对，哦啊，那像那个 V 函数的话，哦，或者其他函数，可能就是整个范围的比对哦，哦，所以两者之间还是有点差异了哈，哦。那请各位这个九九乘法表部分哈，哦，试着做做看哦。然后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好了哈，哦。啊，回去的话也思考一下那个怎么样把你工作哈，哦，啊的这个内容哈，哦，再跟 VBA 做串联哦。就想啊，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哈，哦，可以提出来哈，哦，再讨论哦。OK， 那今天先到这里哦。